其實細細個已經開始覺得自己好中意畫畫呢個興趣啊。畢咗業之後就開始一路畫一路畫啊，發表啊，好多人睇到我啲作品啊咁樣，跟住將我啲作品就輯錄成一本書，咁就開始第一本書出版咗咁樣，又開始咗呢條路啦。嗰本書包括咗我嘅文字啦，同埋畫咯。其實很多畫都是來自自己生活啊，咁樣或者文字都是一些很真實的嘢。我覺得最真實的故事才最感動到人咯。出了第二本書之後，有一個日本人去 email 俾我問，有冇興趣在他的 gallery 嗰度展覽啊咁樣。喺日本做展覽，好得意喎！有些人會覺得，咦，係咪一個很老的人畫啊？咁又有啲人會覺得係咪一個女仔畫啊咁樣咯？其實係一個大男人畫咁樣咯，唔係個個人都揾到自己興趣噶。咁有啲人真係話你中意做啲咩，佢真係答唔到你噶。咁其實你自己有嘅，我覺得你一定要好把握咯。